都是你种的哦，你们很棒。啊？不要，我煮。你要在这边煮啊哈。洗。洗好了。洗好了。现在有准备了，在家可以种菜哦。你想要种菜吗？要。看见我吗？看见我吗？哇，好秘密哦，里面的你是种子吗？它是小菜苗。哦，你看这个是菜苗哦。对啊，然后这是长这里哦。哇，是长这样，老妹看长这个样子。这是台湾原生种，外面看不到的哦。哇，你摸看看。待会我们来种菜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种菜好吗？你也是什么？好，你自己种，到时候你就要自己吃喽。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菜苗这样栽培，这叫水跟设备吗？对，水跟蔬菜设备。水跟蔬菜设备不用照太阳，室内就可以种菜。没错。觉得很期待可以种出什么东西。说这个是菜苗哦。对，我们要种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每天顾它哦。种菜的救援队就是你喽。你待会可以来开始种菜喽。好。哇！你好棒哦！哇，我们找到一个，还有一个洞洞哎。放进去，哇！踩一点，哇，好棒哦！等一下，哎呀，好棒哦！拿手机，你吃了自己种的菜可以长很高很高哦！哦耶耶！好嘞。谢谢。再来，快喽，我们剩几个喽？哇！大力气！来，我们放这边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叔帮你把。哇，这是你种的哦 ，baby。哇！当小农夫喽。宝贝，你要当小农夫喽。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开心农场。重点是可以让小朋友一起体验，每天看着对种菜的整个过程，就是植物是蔬菜是怎么来的，然后到桌上变成菜，就是一连串的这个过程，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过程更了解蔬菜，然后降低他们对蔬菜的那种不喜欢吃的感觉。我看这个摆在家里很棒哎，哦，所以它的那个水流就会一直经过它的根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让它滋润。有两种技术，然后有 DMT 跟 NFT， 然后我们所谓的 NFT 技术就是超薄膜技术。每天我们可能会帮它补一点点水进去，因为它每天会吸收水分。然后呢？怎么补？我们要怎么补？好，补的方式呢，我们可以直接从后面补，或者是我们直接打开这边。OK， 打开这边。对，直接加进去水就好了。OK。大家都知道就是。蔬菜长大需要阳光、空气跟水。对。那同时间，它要长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，就是二氧化碳够多哦。那怎么让二氧化碳变多呢？就是你跟它讲话。如果它长不大的话，就是一定是你太久没有跟它做互动了。8小时。我说我们要关灯是不是？对对。哦，我以为是不关灯的。不行，你要关灯，因为它对它也要休息。了解。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它关掉就可以了。然后早上起来，然后就开着。对。然后它一门过来之后，它就自动开关了啦。对，回家就是空荡荡、黑麻麻的。可是有它之后，家里都是亮的。然后它有一按之后，它就觉得说家里怎么没有人，多了一份温暖跟绿。哇，已经长到这么大了耶，好棒哦！好，来采菜吧。我看看我们可以采什么菜哈，我们采这个，来采。好，小心哦，来，好，再听。这个已经长高了。对呀，它长高了，对不对？原本还小小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长大了？好，那我们来采这个啊，好。
那你把它拔起来，好，这样就拔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好耶，得到了，你拿着，你看这是你种的、哦，宝贝，哎，要踩上面的，好吗？我帮你拿这个篮子，哈，好，你负责踩上去哦，好，好，放进去，好棒啊、哦，放进去，哇，好，再踩一个，再踩一个，我们这样好像就够了耶。好，我们先这样好了，好吗？还要叫过人吗？哦，这颗很大，好，这个已经可以拔起来了。哇，这都是你种的哦！好棒啊！哦，你要去煮菜了。你要去煮菜啊？你要煮什么菜给我吃呢？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厨房煮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放在地板上，我们一起把菜菜拔叶子拔起来。不要，你要在这边煮啊，哈。洗好了。洗好了，我们把叶子一片一片拔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拿小盘子。好，好吗？菜篮可以给我吗？谢谢我的小帮手。是，哇，这个是自己种的，好酷哦！自己种的生菜，要包什么？包这个吗？还是包这个？看那个我还没有切，你先包。包这个、对，先包这个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不是伊拉西亚，今天是什么？卡萨哈密达。哈密达，马西手哟，还没吃就说马西手哟。那个是不是特别嫩？嗯，因为是现采没有放过的。哦、像老婆的皮肤一样滑一样嫩，这太多了。妈咪在的，妈咪在。小颗怎么很香？嗯，这个好嫩哦。好，重新再做一个循环，因为它已经变成这样了。不小心，我们家地灵人杰就变爆炸哎！我几天没有看到就变这样哦，长成这样哎！大家分享分享哦，拜拜。